小鬼，本座忍你很久了，今天就让你知道厉害。修了这么久，还是旁门左道。明权，当年各派都不收你，你还不明白吗？住口！别以为本座不知道唐明山的底细，一本残卷就能开山立派。今天这本真经，本座要定了。小贱人，下手还真狠啊！非要比本仙出真力吗？无知淫贼，见了罗刹教的九子魔兵还不退下，找死！为止了，你们是在找这册真经吗？果然，这真经是骸骨所在，刚刚那册竹简就该是赝品了。阁下究竟是何方神圣？这魔宗真经怎么会在你手里？玄师法龙，百骸俱通，与神化魅，凝练九宫。这玄师诀，你怎么知道？夺经，雕虫小技。师尊，师弟他，尊驾好高的法力，仅仅弹指一击，就将阴山的百年血魂击散，还不愿透露名讳吗？这玄师法诀原是人部真经的九大秘法之一，与彩灵巨幽接统，都是本座失落世间的经文残卷。失落？尊驾，莫非是？本座正是詹幽灵失魄教主师尊诞辰。什么？这可传说？传说本座早就形神俱灭，绝迹世间了，是不是？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，怎么你还不认祖归宗？在下，哼，你别忙拜，那残卷暂且留在你藏明山手上，待过些时日，本座自会取回。你们等着就好。你，在下自会恭候尊驾，后会有期。师尊，为什么放过他们？藏明山现在根基已深，仗着真经的残卷修行前来盗宝，前后已有三次。